主上腿的内前侧，那边痒刺痛啊，刺痒应该叫刺痒，那个还是那个，有没有看到那个水晶灯呢？水晶灯呢？不断的影响人的生活啊，不断的影响人的生活啊，人本来安安静静的想休息的时候，突然刺一下子啊。让吃一下子哦，这就都在用气，这就都在用气，这就都用气，让人们呢就没有一个安宁的，日子啊，没有安宁日子的时候，你对我对没有安宁日子的时候呢，人家真这么宽裕的时候就，更方便了啊，如果太安逸了以后，人家就会去反思一些事情，反思一些事情以后就反思到这个，就。水晶灯上，就这种思想上面，所以啊，现在就是要让人家要忙忙碌碌不得安宁，这样才能，让统治啊能够，继续下去，是这么一个状况啊，好，知道，知道，再见，再见。